当下手账儿的现状。当我在买孤盘的时候，大佬们已经去孤卡砖了。当我买完卡砖的时候，大佬们又去孤流沙卡砖了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就是我买的孤盘他还都没孤完呢？可爱风贴纸还有一大堆，人家现在都去买甜酷风 Y2K 了，但贴纸是我买的，哭着也要给他用完。今天就打算一口气孤个够，想怎么霍霍就怎么霍霍，咱就是说以后少囤少上口。谁知道当我买完流沙的卡砖，大佬们又在搞啥新鲜玩意儿了？原本就是解压的小玩意儿，现在变成各种压榨我钱包的玩意儿，跟不上节奏还要各种谢谢。他说别跟风不就好了，做好自己。可是贴纸那么好看，上新速度那么快，那么多大佬都在发开箱，我也只是个会眼红会跟风的普通人。牢骚发够了，咱们该用完还是要用完，铺张浪费的事情咱们不能干，所以管他什么风大呢。梦里自信到头了，我就是大风，我发啥就让他给我火起来，就是不知道那一天他啥时候能来。